我哋啱啱落咗车，而家就行过去。一落车已经有一座啦。我哋做咗 free rider， 本身咧系要行上山嘅，跟住有架车咧车我哋上去啊，超好彩。不过咧冇咩车都上，呢架车咧嘅车身系写住日南嘅。出嚟就见到一个黄色人，嚟到呢度叫太阳之丘，应该咁样一直上去，上面有一只啦。我而家对住呢度就系太平洋啦。而家咧睇紧嘅呢个就叫做天地望蝶，就系几只蝴蝶咁样围住中间有嚿石。景台上边咧就可以望晒下边啲景色啦。睇世界昆虫展，1月至6月先有。哇，好多蝴蝶啊！太阳之阶段，而家嚟到地球甘蔗之中，就系呢一个啦。先咧，我经过咗呢个天空之塔啦，跟住咧就系你而家见到嘅呢个位，呢个位啦，同埋呢一度。叫做感謝地球的鐘呢度啦，咁樣就係當日落嘅時候咧，太陽咧就會咁樣有一束光線穿過呢個天空之塔，去到呢個感謝地球的鐘度。而家嚟到蝶之樂園，得一隻雀仔咋，冇蝴蝶，暫時未見到，淨係有啲花咯。我哋而家走啦，为咗要搭4:47去宫崎嘅巴士，我哋又搭车啦。上车，是我哋九州之旅嘅最后一间酒店，喺鹿儿岛中央站附近嘅。佢俾咗呢张利用券，我哋可以去呢一边拣自己中意嘅嘢，然之后咧拣完之后就去翻柜台俾翻佢。而家去拣先。咁呢度咧就有应该系洗面啊、落妆啊、化妆水啊、cream 啊嗰啲啦，跟住下边呢度咧。應該是浴鹽嚟嘅，跟住有 mask 啦，仲有呢啲應該是漱口嘅嘢，咁就可以揀三樣嘅。呢間酒店嘅3樓咧有呢啲飲品嘅自動販賣機，可以嚟呢度買嘢飲。呢度仲有啲宿客者專用嘅地方，同埋免費嘅食物。呢一間就係我哋
最后一晚的房，有拖鞋两对，镜、盆盆、衣架，一张床，电视机同埋书台。呢个就系个洗手间同埋冲凉嘅地方。都是有浴缸的，可以浸浴。啱啱嗰张卷咧，我就拣了呢三样嘢，全部都是浴盐嚟嘅。因为其他嘢咧，我都有，或者对于我嚟讲冇乜用，所以就想试下呢啲唔同味嘅浴盐。呢支是我今个旅程第三支 Häagen-Dazs， 呢一支咧就是士多啤梨味嘅。佢上面咧写住期间限定，我见到期间限定咧就唔可以抗拒噶啦，就会买嚟试。另一个甜品就是这个布丁，它就是写说这间铺是第三位多人买的，那我就买来试一下看看好不好吃。临走那天才来落雨，真的不好彩啊，又要拉着行李又要单车，好得意啊。这里有支这么的色的一力多，这么细支的，是 Family Mart 有。来到巴士站之后，如果是搭巴士去鹿儿岛机场呢，就可以排这一条蓝色的线。前面这里呢就有两部机可以买到巴士飞的，巴士飞呢就是1250 yen。 这里呢就有时间表看的，我很建议呢出发前一晚呢就来看定个时间表，这样就可以预翻啲时间啦。而紅色嗰個時間咧，即係紅色字咧，就係冇停車站嘅，直接由呢一度去嗰個鹿兒島機場。我哋要離開鹿兒島啦～